这心情憨憨憨憨较快活，唔通太认真想着会惊。有人真故意，听听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都好行，唔通我头茫茫着会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海海路好行，唔通我头茫茫着会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这情债怎样计较？谢谢薛淑娟。淑娟，是老师好。是，哇，你的歌声是我够行哎。谢谢老师。跟你的外表，然后跟你选的歌曲太搭了，真的是让我很惊艳哈。然后你歌声是我够行，而且声音够足高哎，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曲 ，hold 得住这首歌啦，也算是选对了。然后呢，我只有小小的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你哈。人讲这心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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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快活？迄个字变哪念？憨憨，唔是稀罕的憨，是憨憨，人生憨憨较快活。爱憨是憨，嘿，憨憨憨憨。然后这小小的这个小拍子的问题，哦，有当时较挂淡薄安尼尔，我觉得整首歌都算非常好听，只是这句最重要诶，因为伊的意义也不同。是，哦。好，好，初初，我觉得你唱这首歌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你就是一个很有人生故事的人，是啊，所以才可以这么自然的，然后选这样的歌来演唱啊。就是我刚才我一直问那个张亚文啊，就问那个子彤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初初很像一个人？然后结果他们两个都说没有，也没有人说你很像林淑荣。哎呦，不能停止。哪一首无言的结局的副歌嘛？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曾经在岁月茫茫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等我要如何？我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主要是要证明他像淑蓉姐啦，真的很像，对不对？我在刚刚在化妆室，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以为淑蓉姐要当大来宾。是，我刚刚其实有一个错觉，想说这个人好像好眼熟哦，是谁？难怪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对，他一直在看你。对，而且我说淑蓉姐今天好客气，叫我豪哥哎，我怎么办？真的，头都晕了。